再次每一份爱心，谢谢大家，感恩。要给我们就是希望走到我们重兵钟先生，他也是一个军人退役，从军装退役下来之后，马上从事公益这一期块，我们来听听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谢谢。首先，我要谢谢在场的各位乡亲的鼎力相助，也要感谢所有的师兄师姐们齐心齐力的为这次盛会，大家很努力的在为这个盛会把它铺陈做得很完美。在这里，我只有一句话：谢谢大家。但是呢，这三天我们蓝天影视的音响，别看啊，抛下给我们这个幕后工作人员好不好？啊，蓝天我们李龙禄啊所率领的蓝天影视，今天，今天我要代表大家，我们各位团队来谢谢我们友情赞助的一些单位，我们益联食品有限公司以及我们北田食品有限公司，公益不落人后。还有我们九龙法益啊，这个今天的义姐，还有我们命理的我们老师的部分哦，我们的部分，还有我们禅之长寿工程协会，今天用禅的力量，还有我们今天中心村来做这些义卖二手的这个家具的部分啊，这些都是一样有义卖的部分，全部要捐献啊给这次的活动啊，这个社会的公益，哎，感谢这次。来为我们这一次到位来共享盛举的这些群众们你们的预举你们的捐献，我们不敢厚望都会做社会上更有需要的的部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献唱一首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那结束了，不知道，很酷的。来，现在我们来献唱一首《我们都是一家人》会唱，我们一起谢谢。因为还有2分钟5点谢谢